因為頭先有第一個 foul， 我就覺得希望今日冇啦。即係你應該會拍節目嘅，會嘅會嘅會嘅，係啊係啊係啊。你哋咪都冇乜底線嘅，唔樣偶像包袱啲。冇底線俾 Ella 高少少啊，要。因為這個節目實在太好玩了，所以大家都非常投入，有時有些儀態都真的不是不顧，是顧不到，即頭髮又亂了，可能間不中的件衫又掀起了，這些就真的笑不免，因為太投入了。掀起一些褲不會拉腳，不會了不會了不會了，綁好了嘛，做了安全措施。會不會會不會什麼話奉承啊，冇啊！我哋呢啲靠我哋一路以嚟积落积落嘅友情，就系卖呢啲噶啦，我哋系啊，用友情嚟用系啊，呢个情感嘅打压啊。另外 Eden 其实都话唔到事嘅，喂，呢个先系重点，巴结佢都冇用。其实你应该 Peter 小仪咧。诶啊，姜 B 我唔系问 Eden 同小仪。咩？我是个真靓仔，但翘住你喎。唔系，我谂佢大家都会翘嘅，都系，系咯。系啊，系啊，系啊。唔会呢啲讲缘分嘅。未到，未到。等一等先。咁呢啲姐姐啊？呢睇缘分嘅，睇缘。睇缘分，睇缘分。睇缘分。姐咩？姐啊，雪雪姨啊，系，大家都好關注，系，多謝大家羨慕，羨慕大家用雪姨食飯係嘛？係羨慕啊，雪姨啊，係啊，哦，多謝大家嘅羨慕，點解唔羨慕我哋？我哋都成日同佢食飯嘅喎。啊，之前啱啱入行拍廣告嘅時候都有識佢，因為我記得我入行嘅。第一、二號廣告都是他又在度，係，所以嗰個時候就有份做，係啦，所以就嗰個時候有傾下偈咁樣，係啦。係真正上契嘅，係咪啊？上契我諗誇張咗嘅，因為我哋又冇拜香，又即燒下王子啊，斬下雞頭，斬下雞頭啊，燒王子啊，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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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都唔知點樣叫做正式嘅上契。即係你有金筷子啊？我唔。斟茶唔系俾父母嘅咩？唔系，咁成日睇到。系咯，系就上契会系大过你噶嘛？我冇咁正式嘅喎。饮奶茶咯，可能。冇咁正嘅时候。饮茶咯。斟下水饮下有。系。做咩成日做咩成日咁开心？点啊？系啊 ，A K 啊，你而家。喂，冇事啊。啊，系啊，手指有个小个皮外伤啊，都唔少咯。系啊，咁啊，我因为俾只狗咬喺一个朋友嘅聚会度，就一班人啦，咁嗰只狗就忽然间就咬其中一个朋友嘅小朋友，咁我就要分开佢，咁我就唔小心俾只狗咬咗一下。我有啊，即刻去咗急症室打破伤风针啦。因为俾狗嘅咬嘅伤口，医生话好污糟，所以就话未连得针住，所以就依家都仲未连得针住。已经一个礼拜了，差不多。仲未连得针。系啊。哇，咁又痛啊！我嗰日都即刻第一个 message 就 send 俾花姐，同花姐讲声对唔住先啦，已经。跟住就 send 个受伤嘅情况俾佢睇。有冇吓亲啊，花姐？有啊，佢叫我以后唔好再同佢讲对唔住啊。系啊，因为一知道我开呢个头嘅话，就多数我都系有事发生嘅，多数都系。有機會可能依家唔使啦，已經，但係就可能要多一個禮拜至兩個禮拜就可以好翻曬啦。一咩話？就一兩個禮拜，即係自己。咁有冇影響你啲乜嘢？係啊，佢係點解會有咁啱中止？我都話係啊，都好養，佢都好養眼啊，佢都。佢哋又話我有啲黑仔嘅，但係我就覺得。因为那一下真的为了救个小朋友，又冇得不去，咁我就冇谂咁多呢啲嘢。佢都话救嘅，佢系救完，佢话救完一段时间先知自己受伤咁样。系啊，即系你知流血点流？系我知即刻流。set 图好晒先，会痛痛地咁样。系啊，咁我先知道，咦，我都好似有啲大镬喎。咁不如一齐去个急症室咯。你都好有爱心，爱心
係港台嗰度啊，你應該比阿周柏豪更加適合攞金獎。我覺得唔會，因為其實我哋本身一直以嚟出道嘅時候攞任何獎都係覺得係一件好值得開心嘅事，即係已經唔會預攞獎係一個我哋，因為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嘅實力又好或者能力都好，之前都講過，就攞到任何獎都係一種幸運啊！即係我覺得係一種幸運啊，所以我覺得就更加唔會話去話啊，我點攞咩嘅獎啊咁樣，係有一種獎嘅肯定已經很好嘅。好啊，唔該曬。